接下来是来自梅山乡的消息。近日，伫县下梅山老农民黄水林秀智爱智，家己跟托司法，看过无数名家目睹也收藏，伫司法当中看到文字的澎湃、宽阔、霸气、甲电感之美，意境伫目睹当中也充分的流露表现。来，五表八的是少数啦。哦，来，这个写安那？小小溪清水平二行。一跳飞来射龙仙，建立知性，随风老龙黄水林，秀丽爱丽，独自研读书法，看过无数的名家墨宝，终究墨宝有独到之处。王文孙，伊是大陆的专，嘛是过来台湾啊？哈、哦，对对，金石名家第一把。王文孙是伫大陆就出名。伊伫台湾，伊个伊出名甲对日本个就伫大陆就出名，伊是属于自意大利个文物。伊个字，伊是刻印来出名。伊比王伯甲中华民国个五年院长甲国史印来拢刻。伊刻甲外有最少难个，算讲规定三项规定咯。第一，印照无好，伊毋甲你刻；第二，一字一万。第三，名字不雅，还阁毋甲你刻嘞，钱要来赚。啊，你讲刻到外后摆啊，啊，伊个字大部分拢是用安徽字写来写，伊拢写拢是写儒文较侪，啊是写十二生肖较侪。在书法中，看得文字的澎湃、宽阔、霸气，也是天干之水。乐清随林真正高精，这个林龙达，你做。这个字，你安怎个看我？这个是我搁写五十单，嘛无甲这个境界。因为咱本身的涵养无够遐，文学的程度嘛无够遐，咱的气势甲背景嘛拢总无够遐。这要写出好字，原来有原因的，唔是无。我着用这个体写啊，对无？啊，你个看嘛是无讲迄类啊，对无？哦，伊这是安尼。啊，你若有板有眼，规规矩矩的，你会经文啦，还是格言啦，你安尼个写着。感觉起来无着味啦，字骨真水嘛无着味。嘿，迄就讲咱煮鱼啊，南京市，对无？好的作品是家己创古文理，所以爱有好的学问，讲宽阔有大笔触，讲天干之水有优美之笔，意境尽在墨宝当中，笔触流露表现。谢谢新闻超频道梅山乡蔡宏报道。